Volt 和咱们阿帕奇矿的这个 conference 的这个邀请，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贝氏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一些观点和实践吧。然后贝氏计算呢是个小公司，刚才这个知乎和这个字节的这个比较知名的大厂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大概到现在5年多。 然后这个公司刚到B轮，然后主要呢是做这个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这个高性能方面领域的集群，为这个像招商局干部一房啊、中科院卫星资源中心啊等一系列，包括这个临港都会城市，然后东方明珠电视台以及各个大学做这个 HPC 的相关的这个集群和人工智能的训练部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现在目前由于这个NVIDIA 就是中美的这个 相关的一些对抗性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自己的这个集群中呢，越来越多的引入了这个国产芯片，就是中国国产的一些，包括像LG、绥远、木犀，然后瑞芯微等一系列的这种国产芯片的这样的实践引入到集群里面。所以这个在这里面呢，过去的3到5年，我们有些自己的观点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对，然后呢，这个 其实这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比较普及性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当时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资深工程师在场，因为这个还做了一些编译器是什么的这种基础解释，就是说，但到今天吧，比如说 NVIDIA 有这个，大家可能了解说刚刚发布了这个 GH200的这个计算机群，它的 CPU 叫 Grace， 然后呢它的 GPU 的核心呢叫 Hopper， 然后是为了纪念这个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个写编译器的女工程师 Grace Hopper 女士。然后呢，那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所用的这种编译器呢，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我们叫做端到端的这种单一的这种编译器吧，就是大家对交叉编译器的使用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对吧？不管我做一个这个，可能除了 JVM 大家会用一些吧。 这个其他的可能都是说我指定比如在叉八六平台上，或者我指定某一种语言那种编译器。那么，但是实际上现在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在于说，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牵引，尤其这个从去年开始带火这个整个人工智能市场，说 AI2.0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大于语言学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这个整个行业里的这个处理器的供应和各方面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包括说对传统的 GPU 的这种利用，大家怎么样去这个想办法把它提起来？刚才前两位这个不管是知乎的这个兄弟，还是说咱们字节的这个工程师们，在提到这个事儿上，就是我得把 IO 解决掉，或者我得把 GPU 的这个 YouTube 利用拉起来。就大家想，我们芯片获得很不容易，很贵啊 ，GPU 一片几万块 ，CPU 一块以前 ，CPU 一片才几千块。那我们买了这么贵的芯片，然后怎么样把它 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其实现在几乎整个我认识的半个行业的工程师，因为贝氏现在目前，公有平台大概有20多万用户吧，这个我们现在的应该不到20万用户，然后这个大家去面临的这样的各方面的这个对底层芯片的这种调度，其实大家会有遇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从这个过去的我们创业的5年以来，这个整个的模型方面参数规模的变化是一个非常 神奇的事。那个贝氏在2018年向英伟达购买了中国第一台 DGX 处理器，然后那个当时是 DGX 的 V 版，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当时是第一台还是16 GB 版本，然后到手里面是大概90多 GB， 然后 Google 发布了 Bolt， 我们发现我们花了100多万买服务器跑不起来一个 Bolt， 但是后来我们可录基金会的这个蓝振中这个把一个 Bolt 找到了大概13.6兆吧，8波起来。但是实际上从 board 开始，这个图是统计到2020年，基本这个模型的参数规模是一个指数级。那 board 都已经不配上榜了，当时 board 是96 GB，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续到现在，不管是说这个 big size 的 bloom， 还是说这个到现在目前我们在发布的这个像 llama。 像 GPT-4 就别提了，对吧？说 MOE 了8个2200亿参数的模型，这个都是非常恐怖的，就是神话级别的模型。所以对这个整个模型对于算力的需求，其实是一个指数级上升的状态。
然后呢，你其实再把这个图放明确一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自从这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大家对算力的需求呢，已经就变成了一个邪乎的地步了。就以前大家会觉得视觉模型，从 SGD、BGG 到这个 exception、这个 inception 这些模型，好，大家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比以前 CPU 要利用多的状态。但是我看到 attention 的这个模型已经都到了一个几乎垂直的地步。然后这个灰色的线条呢是摩尔定律，对吧？摩尔定律大家就经常那个摩尔定律已死，摩尔定律已死。去年摩尔先生终于离世，都被这个整个计算机芯片给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等两年里面，我们的 transformer 的计算需求提升了750倍，摩尔定律是两年只有2倍。完了以后，这个过去即使是我们说比较烂俗的这种人脸识别，对吧？这个图像识别，那我们给这个耕地搞一个这个给国家卫星上找耕地，或者给这个电视台里找这个找一些罗马领导之类的这种计算任务，他们两年也带来了15倍这样一个算力需求提升。更别提这个其实视觉领域还有一个 SUM 那种就是统一视觉模型，就是万物之眼，是看什么都能识别什么那种模型还没有被放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芯片的需求没跟上。当然你看这个灰色这个线条是吧，这个没有涨，但实际上我们看这是把这个整个我们说集群方面，还是说我们把它放到同一个这个现在比如说 GPU 一个计算里的芯片里，其实你发现计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在整个计算系统已经算快的，就是比如你可以看到 GPU 或者这个 U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哪年，这是我创业的年份 Case 后来有 P 和 TPU 有 A100， 像你看 H100 应该这个屏幕的右上角左上角，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GDDR3 GDDR5，现在大家知道这个 H100 和 H800 的供货其实目前现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它一方面是 NVIDIA 和台积电的良品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由于这个 H100 里面有一个叫 HBM 的显存，然后这东西带宽高，然后吞吐高啊，非常只有它才能跟得上 Hopper 芯片的这个 IP8 的训练速度。但是可以看到那个 HBM 和 GDDR 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对这个数据 IO 的供给趋势，以及说 PCIe 的供给趋势啊，那边写的 NVLink 3.0 啊，我们手里有一个 NVLink SXM 5的满血版本，然后大概是3.2 TB/s 吧。然后在这个图，刚才我们说了 Hopper 的核心大概在这儿，但是它的 Link 的这个速率大概在这儿，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不仅仅面对的是我如何去利用更复杂的这个计算核心。还涉及到你在一个集群或者一个片内如何去调度 IO， 如何去处理数据向量，如何处理一大堆乱七八糟问题。就是我本来是想算一矩阵的，算矩阵的精力只占我整个计算系统规划的1/10嘛，对吧？这是一个特别扯淡一事儿。就是我本来是为了吃饺子，然后买的醋，结果大家天天在做醋，就是饺子吃不上。那这个状态里面呢，就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体的。过程里面 CPU 正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瓶颈，传统的数据中心它是以这个从容一万结构为主的 CPU 内存硬盘啊，我们这个咱们这行人对吧，这个打这个上大学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实际上从1970年打交道，三级跳坑内存 CPU 硬盘，这里面有点缓存，然后后来这东西跟不上，大家在这上咔嚓一补丁，说我们把 GPU 或者 AI 加速芯片插在 PCIe 总线路上，那反正现在 PCIe 4.0 倒是有那 P2P 了，在之前都是所有的数据流程都得过 CPU， 就让很多这个买技术师的时候加机房会问你主板到底给我的 PCIe 分了几条线，对吧？ PCIe 乘4乘8乘16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用满，其次能不能把 P2P 更好的搞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大家的所有的数据都堵在 CPU 上， CPU 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链路瓶颈嘛，然后存那个什么存算墙、编译墙、各种墙，我们数据进到 U 里面，就进到 ALU 里得发好长时间。所以后续我们会看到说，未来的数据中心结构它是会以这种以前说存算一体，对吧？比如说 transformer 存算一体，但是我们现在说片上的这种快进存的这种计算，用 GPU 我把这个存那个显存封在这个片上 ，system on chip。然后呢，通过 DPU， 对吧 ？DPU 也是英伟达垄断，叫 Mellanox。
但是后续它有更多的开放知识，比如 Rocky， 然后能够通过 DPU 来绕过 CPU 进行这个低延迟快速网络解码，再到这个对刚才其实咱们的这个知乎的同学也提到了，说我们在 FS 上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管是软件的优化还是硬件的 MME 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其实大家想去把 CPU 和内存绕到这件事儿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了，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把数据走到内存里，就是其实你不管怎么样去优化它，这个永远就不会是瓶颈，因为 CPU 它本身就不是为了异构和多线程去准备的。那么同时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咱是行市也是这样，软硬是不可分家的，对吧？就是软件是软件，硬件是硬件，对应的硬件底层的迁移一定会带来软件技术的一个迁移。所以在过去基本上传统这套东西大家都打了多少年交道了， TCP/IP 网络，这个是 EFS， 不好意思稍写 ED， 然后那个这个关系数据库到这个虚拟机二进制编译，这个以前 OpenStack 的最基础的这套拿图灵两个东西。后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大语言模型时代、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硬件底座的这种编译，比如说 NVIDIA 除了 CUDA 还出了一个叫 Docker 的东西，它主要就是面临的这个 DPU 的编程，所以整个的这个软件的技术站会发生一个整个根本式的变化。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就是所谓 TVM 这个会和以前的这套虚拟化系统不一样，它底下要面临着更多不同的硬件，比如说CPU、GPU 是吧？那 AI 加速卡，然后这个相关的还有对应的渲染一系列的卡，在这个网络传输中，大家希望不要再有 TCP/IP 的握手，大家一握手就找 CPU， 一握手就找 CPU。CPU 的延迟带来的是纯 Rocky 和 RDMA 协议的几十倍以上，但这里面都涉及到说我们需要去面对更复杂的网络调度和更复杂的这个。更复杂的网络调度以及和这个更复杂的这样的这个计算的调度，然后向量数据库这几年比较火，另外就是多就是能够在一套 FS 里面向不同的任务去集成更多样的存储，比如对象存储、块存储、内存储。当然我多么希望说的不是 CFS，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软件的结构性的这样迭代基本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模式是可以线性扩张的。那么贝氏其实在努力的推进这套东西在我们自己数据中心里头实践和落地，但是我今天过来讲呢，主要还是想多聊一聊编译器方面的一套东西，因为这个随着这个就是应用场景和人工智能这种需求的迁移呢，你整个对于底座要求就越来越高了，但是芯片领域要想再往上走，其实它会面临很多底层物理方面的这种智库，比如说这有一个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对吧？当这个芯片工程师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到更小了，我们都得找点事儿，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叫做隧穿效应，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电子，对吧？我们那个我们都跑电子，以前你要搞个65纳米，这事儿没这事儿，对吧？这个说我竖起一个芯片的这样一个叫井的一个东西，我这边跑宇门，那边跑飞门，跑宇飞门，就这些。的时候，你在比较大的一个尺度上面，其实你会不会遇到说我在 A 电线里通电，这个电跑到 B 电线里面去，对吧？或者说你在 A 路径里通电，不会跑到 B 道里面去。但是，一旦你下降到22纳米以下，其实我们现在说所谓的什么7纳米制程啊，就是5纳米制程往下的，其实这些芯片之间的山级间距，目前其实还是22纳米，就是大家去做这些事，它是等效几纳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往里放的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电子几个微观的东西，那么它会呈现一些量子效应，那么它可能从 A 的电路进去，然后从 B 的电路里跳出来，而整个芯片行业现在都在跟这玩意儿做斗争。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微观芯片的结构尺，这个芯片里面一个微观的温电路的一个尺度，然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电子从这儿出来，然后蹦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自己装机的时候看见上面是一块比较平整的铝，但里面的微观基本上就跟毛线团似的，那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说计算的成本开始变得不可控了，大家要么把计算效率慢下来，要么去做更多的特异化的处理。那我在一个特定的这个计算面积里放不同的计算单元，
还不如说我就搞相同的计算单元，把相近的计算单元拎到一块儿，然后或者削减掉不同的计算任务，比如说 CUDA course 是吧，这个后面搞成 tensor course， 它的结构简单，部署就容易的多，就很少有漏电或者这种就随发的这种现象。所以我放了一张中央处理器的规格表，这其实不重要 ，EPIC 对吧 ？AMDS， 然后这个7000系列和9000系列的9654，现在在最新的 AMD 的 R 制程里边，能干到，我想想，我要没记错的话，它那个 Zen 4的核能做到96核心，192线程。这表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张多么干净和整洁的规格表。你看看 GPU。V100 A100 H100， 我们忽略表格内容，只考虑表格高度。V100 高度就三个参数，这个双净度、单净度，这个 LP16， 这边是双净度的 tensor cores， LP32 是吧？单净度的这个 tensor cores BF16 混合精度的16位。LP16位，定点8位，这头都不想看了。就你可以看到这表格的高度就变得越来越高。这活儿每次英伟达出来，我们跟 GPU 厂商跟的比较紧。那个 NVIDIA 跟我们算是 Inception Pro 那个 Program， 我们是那个英伟达初创加速计划啊 Prime 的会员。这表出来，每次芯片出到手里是用不了的，因为软件没跟上。对吧，这个混合精度 BF16 跟 A100 就有， A100 我们第一批拿到货，一年以后这个 PyTorch 里面才能真正的调用相关的混合精度进行计算。 BF16 现在大家是 大语言学模型的训练的一个标准， LP16 很难去收敛，然后 BF16 去收敛它，那个 LP8 现在呢，你 LP16 都收敛不了， LP8 其实就更难去进行相关的计算。所以在这个 GPU 规格性能表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就是为什么一个处理器要搞得这么复杂，说我们要在不同精度上去测量它的 benchmarks， 是因为计算任务已经没有办法在一个 CPU 上去优化自己的计算方向，它不得不去说我通过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指令，比如 RP64 是科学计算，我们算个生物学的田园方程，算一个弹道导弹的轨迹，对吧？这种美国把咱们这个芯片给阉掉了，说这个英伟达的 A100 和 H100 都不许供货，而且这个 AMD 的9654以上的型号目前也是一个禁运状态，甚至这个刚才提到 DPU 的交换机800G 的交换机也在里边里。所以整体而言，我们其实看到说整体的面向集群和面向芯片的编程复杂度都在不断的提升，在每一个细节上存算编译，然后计算精度计算指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就是说这个贝氏在这个时候就得去寻求一款这个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谁哪一个创业公司想搞点 AI， 也不能说我养一大堆编译工程师天天搞底层，我们客户想我要人脸识别，我要一耕地识别，我要一个跟我能对话的客服机器人，然后你们天天在那儿优化算子，这是怎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本来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算法的 leader 江汉，然后在家搞大语言模型，就把我给踹这儿了。这个我们又找到了 TVM 的技术，阿帕奇 TVM 呢是咱们华裔科学家这个陈天琪先生 ，XGBoost 的发明人，基本上搞机器学习的都在大学里这个受过他的苦，对吧？这个得交作业，然后呢这个。我要没记错，应该是我们看到是1920年这个被提，就是他们成立这个公司，然后开源项目给阿帕奇基金会给收入到现在这里面来。然后它呢主要是一个 end-to-end 的这样的一个编译器框架，然后这套框架本身是没有自动化，但是它致力于更轻易的、轻松的去生成对应的算子，和更简单的在不同的 chip 上面去做这个计算里面单元的优化和计算。然后呢后续呢也成立这个 MLC Machine Learning Computation 的这个机器学习编译的这个相关的志愿者社区，然后呢贝氏在这里面也算是一个积极的去处理的公司，也欢迎今天与会的工程师们加入到这个对机器学习感兴趣的加入到这个社区里面来。然后呢这个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
这个通过这个为任意硬件任意的硬件平台去优化的时候，更多的选择 TVM 的社区。这个小伙伴思远当时有说一句，说 TVM 现在中国其实芯片是广泛的被采用的，不管是木犀，然后不管是西姆，然后这个瑞芯微等一系列的芯源，一系列的芯片公司都在使用 TVM 框架。然后很多这个号称自研的编译器，或者号称这个自研的芯片，其实也都在或多或少的得益于这种同样的设计思路。他们希望说能够将这个机器学习模型编译成最小可部署的模组，并且在更多的后端、更端的底层上面能够自动生成和优化模型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进行这个对应的算子生成。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设计呢，像上面可能是面向的这些我们最常用的框架，不管是 TensorFlow、Keras、PyTorch， 然后这个 MaxNet 等一系列的这个对应的这种计算框架。然后向下呢，它面向的是这个不同的像 C、LMV、那个 LMVM 这些这个比较传统的旧一点的这种编译器框，就是使用旧一点技术栈的这种编译器的这种芯片，包括对应的更普及的各种 runtime。 然后在中间呢建立了IR modular 和这个不同的 IR modular 这种层，最早是面向这个 TensorFlow 进行优化的 Keras， 后续呢它转到了 PyTorch 上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我们选择它的原因呢，更多的还是除了社区里面的广泛知识以外呢，更多的还是它能更易于的去利用这种抽象的，将这个低阶的这个就是低阶一点的这种底层的计算的这种算子和算法模组来抽象成一个更高阶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你更多的调用。所以它的核心就是说，在任意芯片上通过自动生成来生成最佳的性能，支持更多的更广泛的硬件，并且能够灵活可用和简单部署。然后这是一个TVM 相关的这种执行编译的框架图，大家可以在这个hyper.ai 上面查询到它的这个中文档，我为这个中文档翻译出了一小小的力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我们的工程师在 framework 里导入这个对应的 model， 通过这个关键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然后能够不断的向下进行编译，引入对应的函数计算。在这里面，这个整个 TVM 对于被试而言最吸引人的时候是 Auto TVM 这部分。那么最早的时候，它是通过一个导入一个 charge boost 对应的这个芯片的这种指令算子进行求解，从而使得在不同的芯片上找到最佳的这种算子的融合方法，来使得你进行一些提升和计算。比如我们自己的最早的这种测试，就是 YOLO、SGD、BGG 这些边缘的芯片，在瑞芯微上基本上比官方的这种 stack 能够提升20%-30%的速度。最狠的可以在 NVIDIA 上面通过第三方的编译器达到甚至超过 TensorRT 自身的部署速度，这个其实是令人很惊讶的。 TensorRT 是 NVIDIA 官方的这个推理的相关的框架，它底下是连着CUDA里面的所有编译器的。那一个第三方的编译器能够做到比这个官方的编译器的速率持平，效率等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被试的我们自己的核心就是在 Auto TVM 里面把天梯的差值 boost 拿掉，我们自己会在里面做一些小动作，做一些自己的求解题，去做这个进行加速。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官方文档去查阅。所以 TVM 现在这个从我们来看到呢，就已经可以算是异构计算的编译器体系之一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方啊，除了 CUDA 可能还目前不是它的 OctoML 的用户以外，这个所有芯片方都给天玑总部 OctoML 这个拿钱，来使得 TVM 能更好的在自己的芯片上进行推理。而在志愿社区里面， TVM 也是这个在异构芯片上进行编译最广泛的这么一套东西。那么在中国的国产芯片里，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了5-6家这种芯片，就是这个头部的国产芯片都在纷纷的选择这个 TVM。 那么除了 TVM 作为一个比较广泛的已经在异构芯片里得到更多认可的这样一个框架呢，其实在过去的大语言学模型这个出来的这一年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UDA 和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对这个编译器的推进和演进做出了一些对应的努力。这里面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新入场玩家叫 OpenAI， 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说这个 GPT，ChatGPT 和 GPT4。
但是这个他们自己其实在这个官网上推出了一个叫做 Triton 的这么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把它认为一个包含着编译器的第三方的整体的库的这样的库。然后他们自己希望的是讲述的是这个CUDA编程的这么一个，就是或者面向 GPU 编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在整个 GPU 的链路里面，然后对它进行编程，就如我刚才的图像就展示，你不只要去面临这个 ALU 相关的优化，你还要在这个 DRAM 和 SRAM 的就是 chip 内部的这个缓存和 chip 外部的这个缓存上的不停的进行数据调度，比如说 H100 有17000多个 CUDA cores。那么这些 CUDA cores 你会同时去进行大量的计算的时候，对数据的，就像刚才这个知乎的工程师所聊到的，说任何一个阻碍 ，I/O 上的阻碍，还是说我在数据向量化里面的任何一小步阻碍，都会阻碍严重的阻碍整个的计算进程。像我们自己的这个迁移模型的训练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片间吞吐量就在单节点内的片间吞吐量达到大概3.1 TB/s。那如果你在这里面稍微的延迟个10%，你会发现你的 GPU U2 就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你去做这个代码优化的时候，必须考虑其中的任何所有的组件。但是呢，在 Triton 的这个优化过程中，就是说，当你用官方的 CUDA 编程，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对存储指令的这种情况，都是需要你手动去编排这种规划。而 Triton 在这个除了这个 Cross SMs 就是在这部分的交换中是不需要去，就是仍然需要手动变化的之外，其他的调度都是自动化。这带来了一个和 TMM 不太一样的一套思路，就是在片上的这种编译库里面，更多的去考虑到是 I/O 的这种带宽的一种延迟，怎么样去调度和编排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和官方的 Kubelas 计算中 ，Triton 达到了一个比较高效率的一个东西。Kubelas 是这个 NVIDIA 自身的就是 CUDA 相关的这种矩阵的计算库，而这个在开源领域呢，通常这个 OpenBayes 也是咱们中国鹏鹏科技在做的一套东西。OpenBayes 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用的比较多，但是目前看到 Triton 在这个领域上，目前看到对整个的计算有优化，而且并不仅仅是面向于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 HPC 方面的一些应用也可以去利用到 Triton， 所以这是一个异构计算的新的玩家。那么他们在我没记错，应该是去年的上半年推出了对应 Triton， 而今年目前看到，比如说 Bloom 就已经是基于 Triton 在进行了对应训练。所以 CUDA 自身也不会在这儿挡着，对吧？但是说实话，就是 CUDA 是这个 NVIDIA 是这个最大的玩家，就是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带来这个整个的这个 GPU 和相关软件站的这个对应的追逐和优势，就是整个的跟随。那么这个 H100 目前看到的，它最核心的和 A100 所带来不同的这个计算精度核心的，就是它在就是我们现在我自己去我们自己公司在训练这个对应模型的时候，更多的使用是 BF16， 然后 F 就是它实际上那块是能比IP16要长一点，然后 IP16 的情况就是说在机器学习领域推理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推出了这套 IP8 和这个两种的数据格式出现，就这个可能被柜子挡住了，两种数据格式。那么这个整体的计算速度，如果你能去使用，有比较好的使用它的话，它的训练速度和推理速度都恰好是，这也不难理解，就恰好16位的一倍。但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导致你训练模型的不能够被就是不能很好的收敛，或者你在推理时候会面临一些性能上的损失。但是总体而言，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去把这套CUDA最新的东西给调动起来，这个势必需要一些编译器的支持。但由于 NVIDIA 自己在这个 H100 里加入了我们叫做 DSA 架构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专用的加速器，然后它主要是针对 Transformer Engine 的，所以就是目前可以看到这个NVIDIA 自己的NVIDIA 自己的这个大语言学模型的 backbone 叫 Mac-tron， 是唯一一个能够在 Transformer Engine 上和 FE8 的配组上进行良好收敛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它在 FE8 上，如果你能够良好的收敛，你的训练速度可以快一倍，你
你的模型占比可以小一倍，你的内你的显存占比可以小一倍。那么在可能在中国目前这个拿不到这个最顶级 H100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Transformer Engine 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套组件，是能够让我们在更低级别的这个NVIDIA 阉割过后的芯片上面取得一更好的计算效率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可能也得理解说这事儿，就是说可能难道说NVIDIA 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壁垒难道只有自己才能打破？那么至少我们目前看到说，不管包括 Triton 包括 TVM 包括甚至 Miller 和 LMVM 其实都是有自己对应的一些实践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必然的形式发生，就是在于基于 CPU 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集群的时代有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关于 TVM 的更多的技术细节，我们在下一位讲师冯思远那边会给大家去介绍这个对应的大语言模型相关的编译的一些实践。大概是这样，谢谢各位的时间。